这段影片记录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重庆的那个令人陶醉的夜晚。多少中国人尽情地流淌着他们压抑了8年的欢笑和泪水。在这些蹦跳的人群里，就有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段文杰。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随着喧闹的人流，他要向北向西，去他向往已久的敦煌，与神灵和艺术对话。并不只我一个人，去的人是很多的，比如说张大千就是去的很早的，他也到那里住，住了很长时间，许多人都去了。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的消息。在兰州，他见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对他说，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福祸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1946年的冬天，人们在兰州街头经常看见一个卖水的小伙子，那是段文杰，在黄河岸边翘首东望。他在这里已经等了1年了。就是这个冬天，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被段文杰的执着感动得满眼泪水的常书鸿。到家了，伸手就可以摸到最蓝的天，低头就可以看到风沙吹乱的群山。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称为大漠隐士。我最喜欢的是随便哪一幅我都喜欢，等会在这些东西里头啊都陈列得很好。你看，从常书鸿先生创办这个所来的都是些画画人，他都抱着一个什么想法？我到这来学习古代绘画。那么学习古代绘画的方法或者说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临摹。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0几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和段文杰同时期到来的几位画家大多来自四川，和四川的雨雾天相比，敦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太阳。欧阳林刚来的时候只有23岁。美丽的天空，哎呦，白天太阳出来过后，只要有太阳，天蓝得很，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个老工人，他会种瓜，种的甜瓜，种的相当好。哎，我们大家虽然是那个其他的饮食不太好，但是瓜果非常好的。如果说大漠的风情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忽略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那么他们从事的壁画临摹工作也让人不再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沉闷。我一进洞窟，我精神就来了，里边就好像看不完的东西，什么都想看，我都需要。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让年轻的艺术家们神游物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此时的敦煌研究所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到1948年初，他们绘制了壁画摹本800多幅。
当时嘛就是临摹些小的东西，小的图案啦，或者飞天啦、菩萨啦，或者菩萨头像啦，就当年就是临摹这些小品。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从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龚祥礼、董希文、张林英等12人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又有自愿来敦煌的段文杰、郭世清、沈福文等8人。1948年，周兴祥自费来敦煌临摹，史维湘从四川来敦煌。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批批年轻人的到来，给敦煌带来了生机，给敦煌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希望。敦煌艺术的魅力，我觉得在什么条件之下都可以处下去，就这么简单。敦煌的石窟艺术究竟是什么？在今天依然享受着智慧果实的人们，自然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树开了这花，结了这果实，又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些艺术家前赴后继，甘愿相守。每年的农历4月初8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很多敦煌人会按照他们的世代传统来到寺院或者莫高窟朝圣礼佛。这一天也是莫高窟聚集敦煌当地人最多的日子。敦煌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对佛教怀有信仰，这里面有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原因。在佛教刚刚从印度进入中国河西走廊时开始，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算起来，这座古老的城镇经受佛教的洗礼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地方之一，以及敦煌当时的特殊地理位置，佛教很快在敦煌生根发展。正是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一大批石窟艺术的产生。从公元366年月尊法师在敦煌开凿了第一座佛窟开始，到唐代已有1000多座大大小小的、满是壁画和彩塑的洞窟。一个时代，它必须要有大作。这个大作在哪呢？在当时都画在寺院里面了，画在那个殿堂里面。当时肯定是有很多宫殿建筑啊，放在那个里面了。然后就是寺院，然后就是石窟了。那么敦煌呢，是幸存的东西。这些被称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大作的壁画彩塑带给观者的震撼，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那位曾经因盗取莫高窟壁画而臭名昭著的兰登华尔纳在传记里写道，神佛们是那样的高深莫测，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远涉重洋横越亚美来弄清楚他们的存在。这非凡的美已让我无法使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从事研究。我并非佛教徒，但此时却领受了一次神佛的洗礼。自从公元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
就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它这般凝聚着连绵的历史和不曾中断的文明，像它这般让全世界的学者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紧紧相随。段文杰先生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在他模糊的记忆里，记得最清楚的永远是洞窟，是他临摹的画。段文杰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后半生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他为壁画临摹定下的原则是客观再现原作面貌，要突出原作的神韵，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他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2007年9月22日，在为段老90岁生日举办的画展上，人们看到了他的身影和他的作品。就是这幅段文杰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于1958年和同事们临摹的上百幅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从此日本源源不断地赶赴敦煌朝圣礼佛的旅游活动开始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画家平山玉夫说，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是日本文化的故乡。这里是北京国家图书馆，三位来自英国的朋友正在给工作人员传授怎样用电脑技术修复敦煌的经卷。就是我们是来自伦敦的，我们的这位的摄影师，他会给你们讲怎么做这个敦煌文献的数字化，整个这个过程。近年来，英国图书馆联络中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收藏机构，成立了国际敦煌学项目。它是利用高新科技，把各个国家收藏的敦煌文书输入电脑，供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机构使用，广泛进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这些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书，出自于敦煌藏经洞。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一扇历史之门就在敦煌被一个小人物打开。王道士的偶然发现是石窟宝藏重见天日。他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和他的历史，王道士自己是浑然不知的。1909年，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们正全力以赴地抄写着伯希和从敦煌拿走的文物。中国人抄写属于中国的经卷，作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悲凉可想而知。敦煌遗书的精华流失到了海外，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学者追寻海外文物的过程。2007年11月10日，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正在纪念他在中国历史文化学术上的贡献。上个世纪20年代，王国维与敦煌遗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老师罗振玉从抄写经卷的第二天就开始写敦煌石室书目
及发简之原始的文章，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了敦煌宝藏及发现的情况。1911年的冬天，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王国维跟随罗振玉举家东渡扶桑，在日本京都一住就是8年。他们闭门治学，埋首于敦煌遗书和甲骨文的整理研究之中。那是1912年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这个国际上敦煌学的这个摇篮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上个世纪60-70年代，日本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有人说，要想做一部目录索引，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网罗齐全，几乎是不可能的。1981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兰州做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1978年的冬天，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航程，敦煌学的早春天气终于来临。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石窟，问起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所长段文杰回答说，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邓小平说，外国人搞了几十年的敦煌学，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人们对敦煌研究院的几代领导人都有一个称谓，常书鸿被称为是敦煌守护神。坐下，嗯，好，抬头这个吗？来，我们俩坐一下啊。啊，抬头，老搭档。段文杰是大漠隐士。老搭档。对这位看上去娇小的上海女性，人们叫她敦煌的女儿。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提起她，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有很多钦佩，也有几分惧怕。这是樊锦诗，就是七情六欲，有毛病也有优点，但是呢，工作还应该说是认真的，毛病也不少，就这么个樊锦诗。人们称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不仅因为她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度，更是因为她对敦煌投入的情感。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在洞窟几乎天天能看见樊锦诗的身影，对每一个洞窟的壁画和塑像，他如数家珍，正襟危坐，专心一致。然后呢，特别好的表现呢，就是说他笑。我一看他并没笑，你再仔细一看，其实要我说他的脸上到处都在笑。他妙就在哪呢？微笑，含蓄的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很夸张的，他就是这种笑出自内心的。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眼睛略略有点眯，眉毛有点挑。鼻翼有点脏，嘴巴两脚有点翘。46年前，樊锦诗和其他3个同学跟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素白先生来到敦煌实习。这位地道的上海姑娘却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实习期没到就离开了敦煌。第2年毕业的时候，敦煌来北大考古专业要人，而且指明要去年实习过的同学。当时敦煌莫高窟将开始大规模的加固维修，
特别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在那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樊锦诗再次选择了敦煌。只是那时候，他并没有打算做一辈子的敦煌人。临走之前，他和恋人彭金章约定好，三年就回来，回武汉大学和他团聚。樊锦诗当时来野的时候，三年以后就走嘛，因为当时这个地儿条件很差，很艰苦，武汉大城市嘛。说好了三年就走的樊锦诗却没有走。对敦煌莫高窟来说，考古学是个新课题，需要他发挥自己专业的领域很多很多。短短几年，樊锦诗和同事们一起对莫高窟早期北梁、北魏中晚期至西魏前期、西魏后期和北周四个不同的石窟艺术发展阶段进行了明确划分，解开了多年来早期石窟分期的疑团。久等等不回来的彭金章决定去敦煌看个究竟。这次的敦煌之行让他领略了敦煌石窟艺术的魅力，只是这样的魅力更让他多了一分担心。樊锦诗不走，意味着两人只能分居两地。吴大来了三次人，他们去了三次人，最后都没结果。怎么没结果？就是持久战了。生活条件、气候条件、家庭的这些困难都没有使他回心转意，变卦。樊锦诗这一待就是23年，二十多年的风雨，二十多年的坎坷。当年苗条俊秀的上海姑娘已经面带风霜，成为地道的敦煌女儿了。咱们总得有个啊，总得算有个归宿。当然，咱没有说这的话，不然咱们在哪离婚？没有。啊，对啊，他如果说你要不到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想我也乖乖就走了。他说：“反正我走不了。”我说：“不行，那就我走吧。”真的？我说：“这有什么假的？”1986年，相隔23年后，彭金章来到敦煌和樊锦诗团圆了。当时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在和同事们道别时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大家心里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新选择一个工作，要做出怎样的牺牲。彭金章到敦煌后，干起了老本行，一头扎进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研究中。经过他的认真清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废洞的数百个低矮简陋的洞窟，原来是当年僧人们修行的禅窟和他们死后埋葬的地方，同时也是僧人和化工们的生活区。经过考古学家的手，总是能还以历史本来的面目。1983年8月15日，是中国敦煌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学专家的倡议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苦苦等待了多少个春秋，中国学者终于在这一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它预示着中国敦煌学的崛起。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由段文杰担任院长，对石窟保护、美术研究、
历史考古、敦煌遗书等项目分别成立了研究所。随后全国也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和学术团体。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敦煌学家跨出国门，先后出现在法国、日本、英国、俄国等国家的学术研讨会上。1987年9月20日，敦煌学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汇聚在敦煌。当季羡林说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各国的学者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季羡林先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佛典语言、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等领域有深厚造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这个研究学问这个一般不能分国界。你物理化学你怎么分国界？中国的物理、中国的化学，那么滑稽了。说学问呢是天下之公器。我们有个优势，就是我们是中国人，认识汉字，认识汉语。这外国汉学家他是再高明的，他不会超过这中国，因为他的母语是另外一种语言。嗯，这点我们优势。而且还有个优势呢，我们研究佛教的专家给敦煌的学比较多，外国这里一个都没有，这又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国际上研究敦煌遗书的人，敦煌遗书的学者的人数，我可以说中国学者的比例是90%以上。如果说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家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那么敦煌学家们有着更深的期望。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全人类来共同保护、继承和发扬。20世纪90年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敦煌学终于迎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为辉煌的时刻。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收藏都在中国陆续出版，一件件寻宝的时代结束了。在中国的敦煌学者们致力于敦煌学术研究的同时，对敦煌石窟本体的保护，敦煌研究院一直没有懈怠。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曾投入巨资对莫高窟危崖进行抢救性的加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洞窟内的壁画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现在人们看见的壁画早已不是它原来应该有的色彩了。陈总啊，昨天说了，就你们俩说的对了，就那个崖面啊，不是平的，它那是有的是这么弯的。你现在看那边嘛，那边就弯过来了吧？对啊。这个崖面的，因为这个地方的保护的有三大问题，一个就是崖体的裂缝，一旦有裂缝呢，就如果来点地震，它就震塌了。第二个就是水，下雨。莫高窟断崖顶部是一片平坦的戈壁，紧接戈壁的就是连绵40-50公里的鸣沙山。每当大风吹起，沙子平飞而来，沿着崖顶斜坡，像瀑布一样流落下来。在千百年的历程中，敦煌壁画被大自然风吹沙侵、阳光暴晒以及人为的破坏，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各种的病害。他曾经是那样的满腹才华、身披着盛装的美少女，今天，他
他老了。因为年老更有魅力，因为年老更需要人们小心呵护。没有人知道他的生命还有多久，也许一千年，也许一百年。段文杰先生临摹的一个一百三十栋一个都督夫人，这个画现在看不见了。这个五十年代还非常清清楚楚的，虽然已经残破，但是还清清楚。当时段文杰先生根据这个残画给他复原起来了。那么这幅画呢，要是没有这个临碑，没有这个画，你谁能现在知道有莫高窟还有这么一幅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所合作，把工作重点放在壁画病害机理的研究上，特别对空谷的壁画开始进行修复。我们需要看一些彩色的照片，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蓝色它已经变成绿色了。通过灌浆加固和脱解盐分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修复壁画的解决办法。在壁画的很多病害中，苏碱和起甲危害最大，也最难治理。敦煌研究院和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及美国的专家一起，对莫高窟五十三窟进行保护研究，找到发生病害的根本原因。那些看似平常而且数量稀少的雨水和地下水是罪魁祸首。岩体当中的可溶盐遇到水后会溶解，在壁画内部长期堆积，可溶盐反复溶解结晶，渐渐的壁画结构遭到了破坏，病害随即发生。专家们采取的措施是对洞窟湿度进行控制，并筛选加固材料对壁画重新修复。现在来敦煌参观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游人的增加会对洞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观众的进进出出会改变洞窟内的空气湿度和温度，二氧化碳和水汽在空气中大幅度叠加，会导致苏碱病害的产生和发展。这也是提出莫高窟要实行限量开放的主要原因。看着这些如织的游人，让人欢喜，也让人忧。希望人来了解，但是还是这话，适可而止，度，找一个度。如果他是摇钱树，你慢慢摇，你轰轰轰摇没了，再掉不下钱来了，那不就完了？所以为啥我们说这是咱们国家的国粹？世界上就一个莫高窟。地处河西走廊的敦煌，每年的平均降雨量只有三十多毫米，而蒸发量高达三千多毫米，雨量的稀少全国罕见。干燥少雨正是敦煌石窟艺术得以长期保存的重要条件。面对洞窟壁画逐渐退化的现实，又有什么样的方法让它永久保存呢？因为文物呢，它不可能它的寿命是永恒的，它实际现在呢延续了一千多年是很脆弱的，我们只有去现在通过各种技术去延长它的寿命。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要把它都要拍下来，用最大的精力，最好的设备，就是最好的清晰度啊，把它都拍下来留给后人。洞窟里正在进行的是壁画的数字化拍摄处理。在这里，对每一幅画面的拍摄，工作人员对洞窟都要进行精确的测量，以保证后期画面制作的完整拼接。将数码影像技术应用起来，使人能够自由
互动地看到拍摄下来的内容。这种展示将有效地减少游客在洞窟参观时滞留的时间，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壁画。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西北边陲城市，曾经辉煌，也曾经被遗忘。这个被佛教文化深深滋养的敦煌，是祥和、安逸的。世世代代，有多少人从这里走过？又曾经发生过多少故事？敦煌见证着这一切，敦煌石窟记载了这一切。这些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者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一片云，一朵花，一排杨树，漫天的风沙是他们忠实的朋友。几十年过去，改变的是他们的容颜，不变的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和永久的坚持。这是一辈子的画画，一辈子都画的画，画的。也许他们并不像那些最初开凿石窟的修行者和朝拜的香客，但是他们同样选择了远离繁华，选择了苦行僧般的生活。这种对文化艺术宗教般的虔诚，以及他们获得的幸福安宁，也是相同的。我们一个时候就是愿意到洞里什么的，心就静了，就是那个外面那个嘈杂事就忘掉了，暂时就忘掉了。人家国外来看我们，就是说看莫高窟，他就说你了不起。比如我到美国，他说你是敦煌来，哦，他说我们才200年。这话你全有了。他们200年历史，美国人还要发扬美国精神。那我们呢？我们几千年的、5000年的文明，敦煌莫高窟只是里头那么一小点，不能去发扬的，不能去继承的。守望敦煌，守望两个字让人看到了坚持和无悔。在这片土地的下面埋葬的也是敦煌的守护者，他们爱敦煌直到停止呼吸，他们早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从不曾分开。墓碑上的名字多么年轻啊，这些名字是1964年来敦煌帮助工作的李仁章，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的妻子龙石英，常书鸿，在敦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1994年7月，他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敦煌，生前他和莫高窟终生相守，死后也要与莫高窟永远相伴。这里还有毕可、窦占奎、许安、赵有贤等等，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
雨过天晴了，就在墓地和莫高窟之间搭起了一座清晰的彩虹，仿佛要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在墓地的对面，正是莫高窟北区僧侣们修行的狭小洞窟，他们也曾是当年化工们居住的地方。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的大师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却终年居住在这低矮的洞子里，病了，伤了，老了，直到默默地死去。千百年来，他们的魂灵同样守护着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2008年1月的北京，中国美术馆，俨然就是一个别处的敦煌。巨幅莫高窟景色的喷绘，让人有刹那间的恍惚，产生身在沙漠之感。敦煌艺术大展正在这里展出。2008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世界关注北京的目光里，更多的人走进了敦煌，走进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长廊，去用心感受它无尽的魅力，去感受敦煌艺术穿越历史时空释放出的耀眼光芒。